安德鲁的环岛 Vlog 系列将会从罗佛西海岸路线开车前往玻璃市，然后通过东西大道前往吉兰丹，再从吉兰丹东海岸路线往下回到罗佛。在路上将会遇到什么样的美食呢？请一定要看下去哦。这里真的很大哦，十个超大风扇，冬季烧腊，好多汁哦，吃不厌的烧腊。这个是虾饼啊？对。是什么虾的？玻璃虾。虾煎就是要配辣椒，脆脆的。不在兰州。这个不是海鸡哦，这个叫西亚煎。虾煎和西亚煎是不一样的东西哦。现在我人在鼓楼，瓜拉古道。刚才在斯巴丁吃了虾煎过后，我就想到这个食物。这个食物很像虾煎，但是里面有放芒光沙果，这个会比虾煎来得厚，因为里面有沙格馅料。现在我们就一边欣赏河景，一边吃西亚煎。先来一口盐味的。你们听得到吗？很脆口的声音。西亚煎和虾煎最大的区别是，虾煎的调味是咸的，西亚煎的调味是稍微有一点带甜的。很爽口，里面都是沙格，放一点辣椒，能吃到这样美味的美食，实在是不白来一趟。来鼓楼一定要吃的东西，我没吃到这个白来了，鼓楼必点美食。好好吃，很享受。外表有几颗虾，后面的风景很好看。好了，最后一片我就不拍了，我自己慢慢享受，一边看美景一边享受。
Hello， 大家早安，吃早餐的时间到啦。我现在在马甘斯莱，听说这一家的粿条汤很好吃。再买十个，走。Hello， 早安。早安。可以拍一点 video 吗？啊，怎么的？要吃什么？有什么好介绍啊？粿条黑汤、金蛋面那个肉骨茶汤面，料是普通的料。一片金蛋面，然后加一点粿条，这些料要自己选吗？不用紧，我称给你。嗯。做普通的啦，称给你啦，加一点料给你啦，我安排给你啦。啊，对，你安排给我。嗯、好。才刚刚开档，我就来了，所以没什么人。鸡脚是放做午茶的，有这个猪皮呀、啊。哦。这个就棒哦。哦。你现在不要吃个没有棒哦。没力。Hello。啊，黑板。你那里沙包。好，谢谢。这碗就是肉骨茶面，老板讲他开了21年，每天7点半卖到11点半，有时10点半就卖完了。如果你们要来吃的话，要星期四、星期五、星期六和星期天，星期一、二、三没有开，休息。试一口它的汤先。哎呦，汤头好哦。是我喜欢的重口味。嗯。这个不错啊，蒸下汤里面马上拿起来吃，脆脆的感觉很舒服很爽。这个是蒸了汤的咯。我叫了金丹面和粿条，就是这种面，方便面的面，我们都叫 Maggi 面。试一下它的粿条，哇，很入味啊！这个是特制的辣椒。像你看过后，你自己打下去。好的，谢谢。哇，老板还怕我不够汤，加汤给我。这个是炸水饺，煎了的。放一点面蛋去一起吃。炸水饺还有脆脆的感觉哦，虽然是蒸了汤，炸水饺的味道跑出来啊，很香。还有给萝卜。还有给肉碎。麦吉面，这应该是倒闭，也是解凉了，配着一起吃。虽然是重口味，但是喜欢轻口味的人也应该会爱上它的。这是香菇，猪皮。这个猪皮 OK， 很有弹牙的感觉。这个汤头一流，老板很贴心哦，还加汤给我。炸水饺，肉丸，猪皮，哇，这猪皮很弹牙，再来一片。很爽，再来冬菇。
还有很多肉碎啊，沾一点辣椒。这个肉碎很好吃，差不多吃完了。想要来吃这一碗果条汤，要早早起床哦，十点半就卖完喽。加一点五香来吃。我们下集再见。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订阅、按赞及分享给朋友看哦。您的支持是我的动力，记得打开小铃铛，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更新的影片啦。